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吃一饿了就吃大猪肘子盖饭，忍不住先炫一口。太好吃了，不想多说废话，吃个饭。哇，把这根大骨头拔出来，等会儿可以再放。连这根骨头都炖入味了，你们知道吗？你们网上刷到了，我先替你们尝了。哇，第一口你们先吃。哇，这么大一个猪肘子拌到饭里，每一口你们看，屌上来全部都是肉，有皮有肉。如果说大猪肘子的好吃程度是100%，大猪肘子盖饭的好吃程度就是100%，超级香。来一口这个猪皮盖饭，刚刚特意留了这么大一大块。哇，真的吃肉不吃蒜，香味少一半。这种火辣又爽的感觉。你们觉得我这100块钱买了猪肘子值吗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迟一，饿了就吃兰州拉面和羊棒骨。一点都没有羊腥味。好嫩啊，这个羊肉。真的好嫩，这个面，这个肉，哇，好爽。你们看我咬下来这个速度就知道它有多嫩。这兰州拉面是汤的。我感觉这个面不是很好吃，我一口气买了6包，下次不买了。哇，还说这个羊棒骨香。
我准备去煮一包别的面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迟一，饿了就吃鸡架螺蛳粉。肯德基新出了一份20几块钱的鸡架，我没有买到，我就买了个便宜的，尝尝看味道怎么样。说实话，我还真是第一次吃鸡架。感觉跟吃鸡肉完全不是同一个味道，像在吃豆干。这个很不错，这个好辣，看着。我妈妈她说小时候买不起肉，这次菜市场买鸡架吃，3块钱一个。你们小时候有吃过鸡架的吗？这个看着没有肯德基上面的肉酥，而且它骨头不是很脆，因为只要12块钱这份，不是很好吃。嗦个螺蛳粉吧。我还是最喜欢吃螺蛳粉了。我给你们看下这个汤，你就知道我这碗螺蛳粉有多辣了。这么快被我吃完了，感觉还没吃爽，拜拜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迟一，饿了就吃羊肚包脑。上次我测评的时候，你们说我买错了，买的是肚包肉，这次我把肚包脑买回来了，还有这个藤椒鸡面。哇，这有点腥。我感觉蘸了这个料真的测评不出来的，味道都一样的。我来一下不蘸料的尝尝看。这口还是有点料的，看到了吗？这里白白的，我来一口这个。是那种一小口就能捏满你整个口腔，然后回味特别特别腥的感觉，不好吃。我吃面了，藤椒鸡面。鸡肉，这个面入味多了，好吃多了。越往下吃，藤椒的味道越浓。开始上劲了，嘴巴好麻呀。
太爽了，吃饱了，拜拜。